贵哦，他咆哮我，贵啊，超贵的，咆哮我！你的血量，你的血量，没事，我金苹果，我狂客。啊，有的都是金苹果啊，买错买到七、啊，他是换那个伤害剑士、啊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杂货。哎、欸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这地板很牢固，很牢固。用箱子，我手造剑士，用箱子做的地板。看，我至少有一把好武器。哇，我们的楼梯也是箱子哦。对，就全部都箱子，豪华吧？哇，什么都没有，有的是箱子。So special！ 哎、欸，我们要赚一点分数啊，赚一点分数、嗯。有有有，欸、我现在要去炸箱子。我只是想放箱子，不要射，我只是想放箱子。我等一下要去炸帐篷。他们才不会理你呢。他只想炸你。那个用来用来炸那个五十分的。刚刚他们都有人没听到，直接用雪球了。对啊，啊，买到雪球。哎呀，哇，那个距离不好射。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还有人家里现在人很多嘛？支援支援支援！哇，光在哪？我在我们家外面啊，有人要炸、啊，要帮忙啊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帮你弄空啊！他们有人在上面，他们又想要用那个了，哇！等等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才想要射他。嗯，你想、哦？哎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哇、哦，哈基六六六，太六了！远距离弓箭手啊！哇，太痛了，把他们的弓箭，哇！他是配上那个伤害剑士，伤害剑士，我只是想放箱子。哎，我的，还好，刚好回来。这里有弓箭哎、欸，强三的。嗯，哎呦，你在哪？你可以拿下。我在外面。等下有人又要过来了。啊、不要一直来啊！哦，还是要是想把箱啊，有人哎、欸，有人隐形过来了。有人隐形啊，有人隐形啊。小心！但是他发光，他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到我们商店区了。商店区了。哦，没有。就在我附近啊。欸、小玉，看到我看到。做卡点的，哎、欸，小心一点点！哇，我的箱子回来了，谢谢你！我从这里出来，你怎么跳下去？风险较大，卡的好尴尬的位置啊！哦，无限攻，太棒了，赞哦！啊、我们剑士都是有能力的剑士啊！嗯，怎么会突然冒这一串？放箱子好困难。应该没有人要了。100块，100块耶！100块也是钱呐、啊！哇，吸引了，超富人，所以有人要去拿吗？并没有。哇，他自己那样高高的，好像还不错哎。嗯。哦，是箱子耶。耶、yeah, ，有箱子啊！我被杀了。他们一个人把箱子吐回来给我，然后另一个人杀了我。耐久无限，嗯，天桥要飞上去好难哦。啊，哎，被卡住了。啊啊！怎么了？没有被射。强力山，啊，这跑酷游戏啊。嗯哼，嗯哼。这根本就是矿物风暴嘛，这个。嗯，就有人在瞄我。有。我在跑。怎么来我这边啊？强力。嗯、啊，他对我咆哮。啊，好痛！啊，好痛！啊，好痛！哎呦！哎呦！我爬到很高了。啊，我不要走正面。高一点比较安全。啊，没有。去。有了。不要这样。汪汪右边，哦，他跑走了。这个天桥剑跑酷很辛苦啊。哎、嗯。嘟嘟嘟，对，砸后伤了。我只是要拿这个箱子，哎、哦，我拿到了。赶快跑！哦，他们家好多地雷哦。嗯，哦，我认得。左侧嘛。对，左侧。哎，被挤，被挤。跳。剑。这里。哇，那个你在坚持什么？你在坚持什么？哎呦，你在坚持什么？高处感觉比较安全一点。嗯，这边有一个对下面的人攻击，对方就是他。
痛！刚刚射到什么？哦，痛！哦，痛！痛！红队加加，加分加分啊！好痛！啊，他们的分数也、啊、好痛。停滞了，他们停滞了。没有，因为他们现在对有在弄。我们得加，想办法加一点分数。对啊。嗯。看有没有办法压。打好啊。有枪物的。哇。啊！我掉装了，死到掉装。嗯。我先想办法跳回家。拜。跳回家。强三。哎，痛。嗯没复活砖呐、啊，复活砖，复活砖，好久以前都拿掉了，你也太老了，太老了。哦，所以以前真的有复活砖这个东西，有啊，哇哦，好久好久以前，好像是最开始的版本，我记得不是玩了一次，然后就再也没开过了，玩一次，然后太夸张了，就是没再玩，没钱买啊，把它挖掉，大家就不能玩了、啊。有拿到了，谢谢你。强力三，我不是开箱子啊，白兽，开箱子，那开箱子一样拉弓就开到箱子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哎呀，啊，战争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要强力无限之类的吗？有强五了。好，雨月，你不要再给我吧。我应该可以付出两把强五的吧？好的。怎么感觉你会送给对面呢、啊？我要一把。无限这种东西没什么用啊。嗯，因为我们都是用剧毒伤害剑啊，所以有的是钱啊，大富大贵，开始吗？他们还没准备，他们还没，他们等他们，他们来思考什么？可、啊，他们的国王没按呢、啊，他们国王在思考。What？ 他们人数比较少啊，他难道不知道按吗？少，应该是有点可爱，有点可爱，要。对话框按下准备。准备准备有了准备教他一下就会了准备文涛孺子可教文涛下文涛200块哦中间有200块哦不不刚刚去抢刚刚去抢200块去抢200块哦抢哦200块，赶快，赶快！我看一下我户头里哦，还有6400呢。有钱人的圈。这个200块吗？哎呀，给你没有发光好了。哎，对我没有。我学一下。好，感谢。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赚一点分啊？我们我也分数很缺，很想赚。好。哎、射到你了是不是？还中毒？哦，好烧哦！还挺像你。想过来干嘛？独自回家？我的爸啊！耐久啊！火焰弓哦，对啊，太会了！你炸隐形过去炸帐篷也不错。哦，隐形过去堆箱，有发光发光！哎、欸，真的有人在楼下挖东西。嗯？哎、欸，怎么国王？哇，这击退好远哦！这年头还有人在挖东西、啊？你放尊重哦！你放尊重、哦，放尊重可以啊！你看你乱说话，我要来花200块。小心不要隐形，我要丢你。抓抓抓！有逼啊！抓好，手榴弹。阿基，隐形了。你装备有起来吗？没有。谁手榴弹？你在哪？谁手榴弹？我在。谁手榴弹？对方。哎，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隐形了，但是我身上插了两根箭矢。威尔。那也看不到、啊。他们看不到吗？好吧。要吧他只有办法抓谁手榴弹吗？新手榴弹的。好，我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新手榴弹。看谁丢了雪球。清除雪球。啊，先硬了。啊，不听呢。毒啊！哎呦，这包是什么？什么东西、哦啊？没有啦，他这个扣除一是那个吧，技能，技能算时间。啊，没有，没办法看刚刚扔上来，他现在没在扔了，不晓得是谁。哇，自己乖乖。冲击二，乖乖。冲起来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堡垒，那个我射不到啊，堡垒我射不到。李渊，我射不到，我没弓箭了。啊给你砖子，哦，直接把它打下去。啊，让你们先炸我。让帽子给我，让我飞起来。怪队友吧，我只是在附魔弓而已。哇，烧、哎、死！哇哟，我只在附魔弓而已，我看一下。上面的，等一下如果再炸就看一下啊、哦。回来，
哈基的，没有爆破键哦，早就已经改掉了，传走了，传走了。哦，现在只有火焰键，火焰键啊，发财树苗没用，还送来，哎，哦，我被笑了，他无敌，笑了，笑你，哎，那个直升机，直升机，有收到哈，我收到哈，他还在上面，还在上面，我踩到他们的地雷，太高了，哈哈，我们有没有刷分数的人啊？可以要去刷。等一下，哦，你要去吗？尽管炸。哦，好、啊，炸他们帐篷啊什么的，可以、啊。你就隐形过去，不间断。现在有非常强力的，附近有隐形兵啊，有隐形兵啊，有没有也发光？没有，刚刚还在 CD。然、啊、我身上有无敌，他想对我丢丢药水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啊、地雷，地雷，地雷。等一下我来猜，我是扫雷团。嘿，固定的枪法。扫雷。哎呀，直升机现在还在。保险箱里面有装备哦，有些可以拿。看，手太大。有强武功跟宝石。哇，收到收到，漂亮漂亮。强力士，强力士。耶，哥哥很厉害。耶，哎啊，无敌时间。中毒啦！没关系，我帮你打。中吗？TNT，还有点飘，还有点那个。耶，干掉干掉干掉。我想去炸，可是走不太过去。他们那边有强力的手，反正那没关系，我们会知道。我们现在就要去炸。好，那等一波无敌就可以把它全部弄掉。爆破、上来上来，强力无，这是经验值。是底下，等一下我们家里底下有个人呢、欸，怪怪的、欸。有一个怪怪的人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我去理会他。是下面的人在炸吗？奇怪，炸的有点怕，有点犀利。有没有可以去弄一下直升机啊？我在巧克力后面，不要往后走。好好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公快用完了。他回，他回了。哎、欸，团团来了，团团小心。妖修哦，你说我们直升机吗？我在顾我在顾我们直升机，有没有可以去对面顾啊？顾就是去弄直升机。他们现在直升机没人顾，我挖一点石头，然后我过去。好，他们没发光喽。哎，我在射，我在射。我们需要很多人去炸他们直升机啊、帐篷啊，跟那堡垒都还不错炸。好，因为他帐篷已经下线了，地板下线，要从上面去炸。我仓库放很多强力武的弓哦。好、有需要赶快去拿。然后记得身上带一颗炸弹，如果被射死的话，弓直接炸掉，直接炸死，直接销毁啊！行，哎、欸，对方国王，国王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小影被国王打死了，国王在哪？小雨没声音了。小雨、哦，他在他们家里面。对方在。我忘记你是小雨了吗？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了。中间下面，中间下面，下面，我在挖着逃跑，要的逃不逃走？你知道？哎、欸，汪汪，你到底哦？怎样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看错人。家里面有一个人。好，我应该逃得走，应该逃得走。他们的直升机在哪呢？哦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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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身上随身有携带炸弹，有隐形哦，要往我们家走。好、哦，中了。对面国王在哪里啊？二楼。对面二楼吗？嗯，我刚死在二楼。啊，那个直升机好像又有人想要来喽，看这上面很亮。我看到了。这时候怎么去、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啊。哎。加油！努力的花钱，尽量花。哇，我花满。汪汪去炸了吗？我现在在堆。你有看到？哦，我看到国王了。拍哪？拍哪？有一个吗？我可以炸。啊！他在哪？会死哦，会死哦，在对面上面。死了。我很怕有人一直对我射箭。我回不去。我怕他一箭穿心，我就挂了。你射下，你可不可以射下？你可不可以射下？
彤彤，你要不要再叠高一点啊？我也觉得我该再给叠高一点。哎，你们来捡，你们来救杰克！哎呀，我来杰克，彤彤，我帮你啊！死掉了，我是在这边。有吗？发亮的吗？那个发光的吗？是那个在底下的发光吗？不是底下的，这个吗？正上方而已。彤彤，这个可以吗？好好，可以。可以了哈，再自己修就好了。白痴，我用错。我帮你掩护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对，我不能太前面，我是国王。在对面。无敌用掉了，这还是安全一点。哎呀，地雷！哦是。小心小心。啊，我掉下来了，拜啊。下去。人来哦。好，打我发光。复活了。马上复活了。嗯。那我等一下再刺杀看看。好。因为我刚杰克，我在你后面。刺杀。哦，对。因为我刚刚是他刚刚是站在对面隐形兵，隐形兵没有在旁边地雷，不是那是炸弹哦，地雷我就直接秒了。他其实傻傻，他直接踩炸弹，说不定就直接炸死了。哦，你真的啊？我刚刚应该直接中传送会更快。对啊，对对对啊，买那个瞬移。要忘记了，刺杀兵就是瞬移，炸完就跑。中间下是可以过去的吗？哎，动，可恶。嗯，还没炸完。光，那些发光了，发光了。跳，让我跳，我好痛，好痛，好痛。我跳，我有飞舞。哎呦，痛！谁？瞬移有了。对面那边有一个。有人哦，有人靠你过来哦。烧哦，烧哦，不要射我哦。哦，不对，这还好，弓箭手在后面。好，没有装备。我还有伤害剑，四发。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快死了，快死了。哎呀，被射到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再来一波，哎呦痛！伤害剑，有炸掉一个直升机了，还不错，好兆头。